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来吧，我们看几个 fast hole。第一个故事，这是他怎么样把他老婆的故事，怎么样跟他老婆结了婚。可是呢，其实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很贱的一个招啦。他说 ，I met my partner on a dating app. She remembers a lovely message from me, which she felt compelled to reply to. I sent the same message to everyone.It was my standard approach written by my sales copywriter friend. Had a 30% conversion rate. 结束。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在说什么。总之他 I met my partner. 他们很喜欢讲 partner. 他在这里可能就是政治正确的部分。他们好像在这里甚至不会讲说 wife. 所以他不会说 I met my partner. 为什么会讲 wife? 他们很明显下一句用的是 she. 所以我会很直接的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关系这样子，但他就是没有用 wife， 那他用 partner， fine， I respect that。 So I met my partner on the dating app。 好，所以他们是这个交友软体认识的。那他就记得呢，他这个就是原 po 传过一个讯息，那个讯息这个女生看了是觉得哎非回不可，因为这个讯息反正就是有打中或干嘛的。我就很好奇这讯息是什么，但没关系，我们现在看着 She remembers， 她记得 A lovely message， 很棒的一个 lovely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后在这边，总之就是一个很棒的讯息 From me， 从原 po 来，而这个讯息她就觉得她非回不可，所以 which 就是在关带着这个 message， So which she felt compelled to reply to。 你可能会想说这里compelled to reply 这 OK， 后面再加个 to 干什么？She replies to the message， 所以这边这个介系词还是得有的，像我举个这个介系词的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下，就有的时候动词后面接个介系词，然后就句点了。其实在很久以前的，就是在英文的那种正式英文的学习里面，一个句子用介系词当做结束，然后打句点是一个很不 OK 的事情。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英文。这规则早就已经被不知道多少人就持续打破，都已经就不当那一回事了。虽然说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writing guide 上面还是会看得到，不过真的不大必要介意这个。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为什么是用介系词做结尾，然后打句点啊？例如说，假设我今天跟你说，我假设是个写书的，那我写了很多，出了很多本书，可是到最后江郎才尽，或者我故事都讲完了。所以我就说我已经没有书可以写了，所以我就说 I have no more books to write。 请问这里 write 后面还要再加东西吗？不用，因为 I write a book 没有介系词啊，对吧？所以 write 的受词就是书。 I write a book， I write two books， I have written 10 books， right？ 好，所以 write 后面接受词。那再换一个句子，假设今天我要写个什么东西，我在找笔，找了半天找不到笔，没有笔可以写字啊，听懂我意思吧？所以我用笔写字，还是用 write 这个动词嘛？所以我就写 I have no pens to write。句点，这句话错掉了。虽然说跟楼上一样，都是 write 当结尾，然后就句点，可是楼下这一句你写完了 write 就句点是错的。为什么？那读起来跟楼上这句没有差太多，对不对？也虽然楼上有一个。已经没有更多的书可以写的 ，no more 有 more 这字在里面，下面没有 more， 可是本来两句意思也就有点不太同嘛，所以我没有笔可以写字。那这里就是重点 ，write 跟笔的关系是什么 ？Do you write a pen？ Pen 笔是 pen， right？ 不是啊，你是用笔写字，你不是写笔啊，你是写书没有错，可是你不是写笔，听懂意思吗？你是用笔来写，所以 I write。With a pen， 所以写呢是要用笔写，用呢就是用那个介系词，就是 with 了。所以 I am writing with a pen， I'm writing with passion。你也可以不用笔来写，你可以用热情来写。那介系词还是 with， right？ I'm writing with passion。所以这里的 with 是必须留在这个句子里的，所以这个句子是错的，你要把它改对哦。I have no pens。To write with， 这里 with 就是需要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第一个句子，如果你要接的受词是 book， 那 write 的后面接 book 直接接，不用接系词。I have no more books to write. I have told every story that I can tell. 可以。
right? 但如果说没有笔可以写字 I have no pens to write with, 要加个 with。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如果今天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在回讯息啊，我已经没有讯息要回了，所以该回都回完了。So I have no more messages to reply to, 要加个 to, because I reply to messages, right? 你不会说 I reply message, I reply to messages, 那个介系词是有必要的。好，所以他这里用加一个 to 是正确的。再看一次哈 ，She remembers a lovely message from me.Which she felt compelled to reply to. 所以这边这个 to 特别讲解了一下。那另外再讲一个就是 compel 这个字。compel 这个字跟 force 就是强迫逼迫其实是有那么点像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呢、有这个迫切感要去回应这个讯息所以他用了 compelled。但他没有用 force, 我就用 force 更强烈一点点他不会了、Nobody forced her to reply to messages, right? But she felt compelled.OK， 所以 compel 这个字用在一些其他的 collocation 里面，像包括有我们有时候讲说证据，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证据啊，证明一件什么什么事，那你能不能说 concrete evidence？ 很常看得到 concrete evidence， 而 concrete 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是形容词或者是名词，名词就是那种水泥啊、空鼓力啊，那事实上是个日文、英文的外来语 concrete。那 compel 能不能用？可以。Compelling evidence 也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 collocation 一个片语 OK 好所以有力的证据 Compelling evidence 好所以这边 She felt compelled to reply to the message from 这个原 po 那他下一句马上就坦白了因为 first hole 需要很短嘛所以 I sent the same message to everyone 所以他就是罐头讯息送一个每一个配对到的对象所以他每个灯都送一样的讯息啦那老婆只其中一个那可见很有用因为他下去就说了他是来自于他一个做业务 的一个写手那个写手他懂概念哦小编或之类的有没有 OK 写手所以那个词就叫做 copywriter copyright 一般被理解为是著作权或之类的 OK 所以你说看到一些字样就是说 copyright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就表示说这个版权所有、啊、翻译必究之类的、啊、copyrights 但是这个字 copywriter 呢则是写文案的人这样子所以他有一个业务的文案写手的朋友说 it was my standard approach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接近女生的方式 it was my standard approach written by 所以是被谁写出来的所以马上用一个介系词、啊、形容词分跟在这个 approach 的后面So it was my standard approach, which was written by 被谁写的 my sales copywriter friend 啊，所以做业务的文案朋友。那后最后这一句他没有一个主词，但无所谓。所以这个讯息呢 ，had a 30% conversion rate， 所以有 30% 的成功几率。那你说，哎，成功几率为什么不用 success rate？ 其实不是不行 ，success rate 是 OK 的。可是为什么他这里要用 conversion 呢？所以Conversion 这个字，简单来说就是 convert 的名词。所以 convert 是什么意思呢？转变。那 convert 这个字能够用的地方包括有像，例如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宗教。好，我假设我交一个女朋友，我自己信佛教，她信基督教，我把她来拉过来信我的佛教。So I am converting my girlfriend to believe in Buddhism。哎，这个可以 ，OK。所以这个改变，这个转变，所以它跟 transformed， 我不能说没有重叠，我觉得有的还是有一点点。不过 transform 有时候是这种我们感觉上比较像强调形体上或之类的。OK， 所以还有像另外一个 convert 这个字，另外一个常看到的用法是 convertible 这个字。convertible 是一种车，这种车叫敞篷车，所以它可以从有屋顶变成没屋顶啊，所以它是 convertible。It can convert from a car with a roof.To a car that has no roof, right? Okay, so convertible. So conversion 呢，就是啊，本来不是我的客人，变成了我的客人。所以这就叫做 conversion rate. 好，写出去一个文案，拿回来的一些业绩啊，能够 convert 几 percent 几 percent 的业绩回来。所以 conversion rate 就是一个固定的片语这样子。Okay, 好，所以也不能说这是个可爱的故事，这是个渣男成功的故事。我们再读一次好了。I met my partner on a dating app. She remembers a lovely message from me, which she felt compelled to reply to.
I sent the same message to everyone. It was my standard approach written by my sales copywriter friend. Had a 30% conversion rate. Well, good for you, buddy. You got yourself a keeper. 找到一个老婆能够好好留着这样子。OK, 应该也是不错的人这样。那么容易被你骗到。I guess she's a keeper.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值得的，让你好好保留的。She's a keeper. OK? Are you a keeper? I don't know. 好啦，我们今天就讲这一段好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